你最近做咩啫？打电话俾你，你又唔接；发短信俾你，你又唔复。你知唔知我好担心你噶？其实手机俾人偷嘅啫。我觉得你有嘢瞒住我。唔好使担心，我冇事。有咩嘢你咪讲咯。我中意咗第二个仔咧。咩话？我中意咗第二个仔咧，你睇你咯，我跟咗你几个月。酒你冇识饮，又嚟饮茅台；烟你冇拎走，又嚟抽中华；麻雀你冇识打，又嚟晒冷。佢几多岁啊？65。老嘢，我就系中意佢够老够颓啊！佢做咩噶？做鸭，做烧鸭。但系我做烧鹅噶喎。你啲烧鹅烧到窿窿啊，好难食啊！唔好咁对我啦，红红。啲男人老狗，你冇使哭，让我走啦，拜拜啦，红红，红红。呢、这个女人为了烧我离开了我，难道男人真的要够老够颓才值钱？不止我一人感到疲累，翻天的雨水能令你我都粉碎，我继续追，伤痛亦要追，紧接下去想不想倒退，不管你的人被谁占据，都请你原谅我，始终带不到墨尔本的翡翠。喂，找哪位呢？找的小燕燕。咦，红红，你手机不是被人偷了吗？我忘了我诺基亚咯。哦，真是有钱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呢？就烧鸭佬抛弃我们啊，你还要我没咯？红红，我等了你这句话很久了，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，我已经为了你改变了很多了。我而家已经唔饮茅台啦，改饮深水啤酒。我已经唔食中华啦，我而家改食红双喜啊。为咗你，我唔打麻雀，我改打锄大碟啊。仲有，我而家喺度搞紧啲小生意。你做咩咯？包车啊？真个冇？系啊。你而家喺边啊？我而家喺医院门口咯，我俾部三脚鸡硬硬捋过来，捋跛只脚咧。你快打2蚊钱摩嚟睇我咯，要死度啊！吓，好，我而家即刻嚟。嘟嘟嘟嘟。喂，红红，边间医院啊？红红。